喂，守恒。怎么了？想我了？你有没有把我去 DH 的事儿告诉你妈呀？我说了，我跟她夸你来着。我就让她明白，同意你辞职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怎么了？我做的不对吗？不对，你怎么突然问这个？是不是我妈要去找你了？没事儿。我妈早就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了，她没准就是关心你一下。那我知道了，我现在还有点事儿，先不跟你说了啊。好的吧。拜拜。能。黑咖啡。谢谢。配冰淇淋。你吃了泡面，你还吃冰淇淋，你不怕胖？这不是我买的，那就是有送。冰淇淋加黑咖啡，一冷一热，一甜一苦，绝对特别，试一下。看来你对我的了解，远比我对你的了解要深得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加拿大滑雪，第一天去的时候。胳膊就摔伤了，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啊，都出去玩了，就我一个人在度假村里面看雪。突然我就特别想吃冰淇淋，我就踩着很厚很厚的积雪，走了很远很远，我才买回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冰淇淋。虽然都是从冰柜里面拿出来的，但夏天的冰淇淋很柔软，冬天的冰淇淋多了几分坚硬，有点寂寞冷清的味道。不觉得很奇怪吗？人在小的时候都喜欢甜，讨厌苦，那好像是生命最初幸福的味道。但长大了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喜欢品尝苦涩，也许是因为长大以后，我们的味蕾才开始真正明白，苦涩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躲避，只能学会品尝。你试一下。再吃这冰淇淋。太冰了吧。先苦后甜，试一下。怎么样？哎呀，我的牙。牙快掉了。想说什么？不客气。不客气。其实生活啊，不一定一直美好。那些挣扎可以让你变得更坚强，那些改变可以让你变得更有智慧。那我就带着你的坚强和智慧先回去了，免得你扣我工资。拜拜。郝总，您的咖啡，您要的照片都已经拍完了。好极了，一会儿转给我。好，走吧。帮我查一个人，深思公司的董事长侯月珍。心脏 ，coming。这是我重新做的分析报告。什么意思啊？事后诸葛亮啊？我只是想证明同意我进公司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希望这次我没有浪费公司打印机里的墨水。如果又是浪费呢？如果又是浪费的话，我会以利为重，及时止损。放那吧。
秦总，以后公司的月结报告都由你来做。还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秦总，叫我 Cindy。好，李辉，哎，跟我去趟会议室。好嘞。恭喜你啊，有惊无险度过 Cindy。Hurry up！ 哎，来了。我呢，主要是希望和 DH 合作，所以其他的条件，老邓不是说不可以谈。老邓，我说老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说不跟他们 DH 合作了吗？幸亏我今天来得早，在楼下看见你司机，不然我差点就被你忽悠了。怎么，跟我玩阴的是吧？不是老罗，你先坐下再说，这谁忽悠你了？我们大家都是有底线的，你的底线是钱，我的底线是合作。行，辛小姐，别拖着了，给你送快话，趁我和老邓都在，到底跟谁合作？有时间吗？啊，送两杯咖啡过去。刘总喝咖啡，邓总，谢谢啊。喝什么咖啡？我来又不是为了喝咖啡的。不是老罗，你稍安勿躁，我相信辛总一定会有他的安排。妙晨，你坐下听一下吧。怎么都不说话，啊？你说，你们到底选择跟谁合作？我也知道，你们心里头都有答案了，对吧？那，心理姐，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看法吗？说吧。是这样的啊，罗总，我们这边呢。也还需要一些时间再考虑，但是一定会尽快给您答复的。在您这边就这次二手车网站落地实体经营，扩大线下门店，还有后续的维修质保服务策划方案，以及详细的预算也还没给到我们，所以我们的评估也会有所阻碍。但是日新科技这边的二手车网站策划方案就很齐全很详细。你们什么意思啊？摆明了你们就想跟日新科技合作，对吧？哦，你们当我姓罗的干什么使吗？吃素的吗？让我陪跑，浪费时间。罗总，孙姐。哎，罗总，罗总，太冲动了。林耀晨，你出去吧。不用，姑娘，你先坐着，没事，没事，没事。那个，辛总啊，人家小姑娘说的没错呀，这个资料都没有交齐全呢，就来谈项目，这个老罗是应该改改他的态度了。小姑娘，你是看过我们这次公司的项目资料吗？嗯。哎呀，辛总啊。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错，很认真的。如果我们这次日新科技能和 DH 顺利推进合作的话，我希望严小姐能作为我们项目的分析员。DH 和日新的合作投资分析方案就交给你来做，好不好？当然，我们 DH 一直都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准的，所以没问题。那就一言为定。一言为定。邓总慢走。再见。自作聪明。我作为你的上司，我没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吗？
还是严小晨，你认为你比我更有能力掌控这个项目的进程？谁让你在这种场合下说出有这么明确的倾向性答案的？你如果这么有野心，你干嘛做分析员啊？你坐我的位置好了。我只是实话实说。是吗？我希望你拿出的分析报告对得起你今天这份勇气。那个项目啊，还是按照你说的办吧。什么项目？啊？就那啊那个项目。嗯、行。啊。你不知道去？啊？行，那走走。喂，你好，是物业吗？我是 DH 投资的程志远。嗯，我们公司还有员工在加班。对，麻烦你等到下班之后再锁门。谢谢，辛苦了。加班呀、啊？对，在加班呢。反正我回家呢也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儿。你呢？你怎么也加班啊？我没给你发加班费啊。我，勤能补拙呗。我真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员工感到高兴。只要不是为我这样的员工感到伤心就好。其实人的这一生啊，在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去承担不同的结果。有些事情啊，没必要放在心上。现在已经挺晚的了，
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哦，不用，我还得去找星座。Cindy，他这个时候应该不太想看到你。我要当面把这个文件给他。我给你看看东西啊。哦。如果你一定要去见他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但结果你不一定满意，还去吗？去。喂，老李，10分钟后来楼下接我。老板，我就好奇，你为什么不自己开车呀？你是不是没有中国的驾照？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自己也能回去，已经够麻烦你的了。这么晚可没有公交车啊。我打车回去啊。哼，你舍得打车啊？陈总，我在你心中这么抠呢。明天见。晚安。晚安。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没接成。嗯，我自己给人挂了，我以为你在忙，所以不敢给你打电话。来来来，起来，起来。嗯。去给你倒杯蜂蜜水啊。嗯。
教授，你知不知道啤酒和白酒混着一块喝，我胃都快吐出来了，幸好把合同签了。辛苦了。只要需要你的时候，能听听你的声音和看见你的人，就一点都不辛苦。还难受吗？不难受了，你放心吧。小小啊，你知道有一天，我妈一定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一定要向她证明，我们之间的感情能经过各种磨难。怎么那么肯定啊？因为我奶奶当初也不同意我妈和我爸在一起啊，最后还不是在一块儿。真的？我外公外婆是农民，我妈也没上过大学，我爸出生在大城市，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最后还成了公务员。哎，在他们26岁那年，不管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反对，私自偷拿了家里户口本，然后登记结婚了，最后，生出来你未来老公。你说我妈也经历过这一遭，她怎么变得跟我奶奶以前一模一样？不过我相信她肯定会想明白的。他们当时都不屈服，我是他们儿子，我怎么可能屈服？娇娇，你不相信啊？我相信，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我要跟你一起努力。小小，我妈肯定认为我进公司都是因为你，你现在走了，他们肯定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这一次一定要证明给他们看，我是认认真真的想好好工作的。小小，你说你妈会不会也不喜欢我？你都没跟我说过你妈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她会喜欢我吗？她会喜欢你。真的吗？哎，我当时见到你妈，我带好多好多的礼物，我还带她去体检，看她身体怎么样。我还要带她去玩，你去旅游，我对我妈的时间不早了，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今天晚上在这睡吧。我睡哪儿？沙发。我去洗脸了。你妈妈的事情，你跟她讲过吗？沈侯知道吗？所以，如果你们两个要走到一块儿，注定了是不幸的，你们会非常痛苦的。我是过来人，我说的话，你懂吗？东风，怎么又是8条？哎，碰！哎呀，碰碰碰！你逮什么碰什么！哎呀，你不要手气不好就怪我嘛！你是不是小馋吗你？阿才，这都是啊，他前面不碰，现在碰了。你怕输钱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玩钱的吗？哎呦呦呦，这打麻将不玩钱有啥意思啊？
哎，上次说好的不来钱的，今天不来钱啊，认真打。不完钱随便，来，该你，该你，随便打。不完钱随便打。小王啊，你那个投资平台最近有收益吗？有啊。不是说投资越大收益越高吗？对啊。我那4万块钱能收多少？这大项目肯定要放长线的呀，收益哪有那么快啊？你有点耐心好不好？我这不是问问吗？那钱也是跟朋友借的，朋友最近有点急用，要我还呢。大哥，什么事啊？我没关系，别多管闲事。你们干嘛？闭嘴！刘清芳对吧？欠我们的16万什么时候给？16万？怎么会这么多？哎，姐，你刚才说你那朋友，就是他们呀？你们先玩吧，我还有点事情。到了。早安，小陈。早安。早安。来了。早。杨小陈，你昨天晚上不会是去……下次带我一个。好，下次带你一个。你不会昨天晚上都在公司加班吧？对啊。你不知道 Cindy 最讨厌员工加班吗？我为什么会讨厌员工加班呀？我告诉你啊， Cindy 最反感的就是在公司瞎耗时间，在他眼里这就是无能的表现。我之所以主动要求调到 Cindy 这一组，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从来不要求员工加班。你这些事儿都没调查清楚，我以后怎么问？小陈啊，大事不好了！我妈又出什么事了？你妈妈呀，她欠了高利贷，催债的都已经找上门了，把你妈妈从那个麻将馆一路拉回家，还把你家里弄得一团乱。我知道了。啊？你知道了？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跟你妈妈一样啊？你妈妈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哎，你家里已经被人翻了个遍了。高利贷的说了，再给你们家2天时间，你妈妈要是再还不上钱，就要剁了她的手指头。哎，我妈欠多少钱？好像有16万呢。行，我知道了，田阿姨，您帮我现在照顾好我妈。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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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天哪，怎么，小陈？没事。哎，李慧，我得出去一趟。啊，一会儿心情来，你帮我跟他请个假。啊，好。谢谢。这又怎么？早安。
他这是下班了？你刚跟我说什么？没事，走吧。 上一季度所有投资案的资料已经相应的分析总结都已经发放到大家手里了，所以下面有请李辉为我们大家讲解一下。好，仙姐。是这样，大家手上拿到的资料可以看到，我们部门在上一季度针对我们的互联网领域，还有共享经济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么目前呢，已经有包含在小黄单车还有橘子共享充电宝上，一共是13家的。 企业已经被我们拉到了我们团队里面，所以现在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继续。好，一共是13家的创业团队，有8家的合同我们已经。是主持人吧？剩下5家我们还在。是，出了点事儿，年年欠人家16万块钱，人家追上门了，脑袋挺大的，我就上他上过去看看他。向大家一碗开心，对不对？那么这次的，你先别着急过去。 我想想办法。好，那就这样。然后我们非常有信心把这次项目做好。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还有这些，包括合同方面的东西。郑总，继续 ，OK。 那其实我们眼下这个区块链也是非常非常热门。那前段时间已经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报告，那后续会发送给大家。那以上就是今天报告。 看来程总对我们上一季度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啊。上一季度成绩不错啊，今天下午茶我和程总请客。哦，谢谢程总，谢谢程总。那咱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我有点时间出去一下，后面就辛苦你了啊。啊。下午茶我请。谢谢。那我们办吧。需要打电话啊。喂，魏彤。喂，小陈。你现在手里有不用的钱吗？能不能借我点儿？你要借多少都给你啊。有点多啊，16万。16万？你确定你说的是16万吗？我确定。着急吗？急。我想说，你要不急的话，我想办法帮你凑凑。但你也知道，我没工作呢。所以我那点存款还不够你要的十分之一呢。小陈，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那你跟沈侯说了吗？我不想让他知道。哦，我明白了。那你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但我不太确定我能帮得上你。嗯，好好好，谢谢啊。没想到你平时不怎么找我，一找我就这么大的事儿。跟你开玩笑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好，麻烦你了。嗯，拜拜。陈总，我本来说下来买一杯咖啡，看到有一个背影跟你很像，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是你。我现在发现，你说的都是对的。什么？就是生活中的苦涩。本来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如果无法避免，就学会去品尝它。这句话其实还有下文，你想知道吗？只有品尝过苦涩之后，才能感受到生活的真正美好。意思是，如果你想抵达顺境，必须先在逆境中经过一番锤炼。这算是鸡汤吗？怎么了？是感情出了问题，还是家里出事儿了？能让你这个工作狂翘班的事儿，一定是大事儿。能在你身上发生的大事儿，也就那么几件，并不难猜。我现在非常需要钱。需要多少？16万。是家里的事儿。找沈侯了吗？沈侯他现在也刚工作，他自己肯定没那么多钱。我要是找他，他肯定会去找他妈妈要。那如果他去找他妈妈，那这不就印证了他妈妈的话吗？我可不想认输。看来你还是被绕进去了。什么意思？你脑子里面现在的输赢啊，还是取决于沈侯妈妈那天对你说的话，还是取决于你是否会拖累沈侯。但真正的输赢不在这里。你跟沈侯是来自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当这两个世界相遇的时候，一定会对彼此造成影响，无法调和的现实差距会形成阴影，而你们之间相互包容的决心，就是能够照亮阴影的光。到底是黑暗遮住了光明，还是光明照亮了黑暗，这得看光明有多强大。